M32 榴弹炮，这是一款手动上膛的玩具。手动上膛呢，转轮转动，可以实现手动连发。它一共有六个弹仓，发射的呢是这种软胶炮弹。我们首先把炮弹填装到弹仓里，填装的过程啊，一定要使劲向下按，不能让这个炮弹露头，不然这个弹仓会转不动。装完之后呢，我们也可以再次按压一遍，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进行射击。它可以实现手动连发，快速射击，在对战当中呢比较占上风。对于这种单发的武器呢，它只能是填装一颗打一颗。这种的话就可以实现多发，快速手动连发。如果说直射的话就比较精准，如果说这样抛射的话就射得比较远。它有这个绿色和金色，还有声光音效啊。如果说你不喜欢的，可以不安装电池。还是一款挺有意思的玩具啊。